Testo, A-U. A-U. One, two, three, four. A-U. Good, yes. Good, good. これ、お兄さん。おじさん。紹介です、今。これ、おじさん、あの、本当にの…スケベですね。スケベですね。スケベ是色狼。あ、そうです、そうです。はい、はい。No, no, no. もう、あのね、あのね、ヤマハスキーサロンパスなんかに。松田聖子は彼の仲いいの友達です。はい。还有那个志村健。志村健さんもそうです。はい。変だおい。欢迎啊！第一位介绍啊，徐若瑄小姐，欢迎她。大家好。Hello。哥哥，你的鼻毛跑出来了，要修一下哦。很多。嗯。根本就没有镜子。你不要吓我，哪有这越来越可爱？徐若瑄没有了，又越来越漂亮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就好好先验收一下歌曲啦。好，观众太想念你了啊。嗯，来欢迎范这个陈小燕。徐若瑄，徐若瑄，谁骂谁谁骂谁呢？好了，最近两年嘛，颈椎先生的是吧？没关系。哎，谁骂谁谁骂谁？徐若瑄拍拍手，嗨，谢谢。这件毛衣虽然最近的天气不太对，刺刺痒痒的怪滋味，不就是我想着你的感觉？你的样子每一秒它都在，像粘在衣服上的毛球一样，拔也拔不完，讨厌你的傲慢，却依然动不动就将我搞乱。你是个大麻烦，大灾难，遇上你我就瘫痪，惹你这大麻烦，只有那么喜欢。再来介绍 ，Puffy， 啪啪啪啪啪啪啪 ，Puffy。他们在节目里面常常都会做一个东西，就是把一个人抬起来，可是需要，然后是用好像一根手指头还是两根，然后需要四个人，所以他们两个还有我还有陈大哥，我们把飞哥抬起来。哎，真正有办法吗？真的有，我看过。有了。你别打飞机，跟他们讲，有些地方不要碰到，好吧？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。Impossible 的事。他说现在。どうして only あの時かけられますか？他们知道变魔术，现在抬不起来，可是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力量全部合起来。Thank you.
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なんで？わからない。なんでだろう？なんでだかわからないけど上がるの。他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就是会拿起来。他们刚刚抬的时候，我就说呀，根本不可能，就一个脚起来而已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实在厉害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可是你看在日本当主持人还要有特异功能。哎呦 ，My God 哦！哦 ，My God！ 好了，陈雷来讲，我想拍着。My God！ 陈雷讲突破款，亲和力很够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雷，感谢大家。谢谢谢谢。啊，陈雷，今天是母亲节，你啊，那我跟你讲，今天歌手里面挑了一条，你要给我们代表性的。我带来这条就妈妈，请你也不掉。来来来，婆婆先拍起来，后天就母亲节了哈。恰恰，恰恰。咱先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我伊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，虽然。爱秋应该爱秋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们要下去换装，等一下要才艺表演。我们是，我跟陈大哥。哦，我们马上要换装了。对，你们两个要去换装啊。好了，好了，谢谢。报告。听说等一下两位要表演天鹅湖啊。对啊。谢谢。是黑天鹅的。来来，请下聊。阿弥。야이끼리관县太爷怎么讲？关老爷要请人吃饭的代志，是安怎娘囝到即马还袂换衫呢？我不想去啊！我甲你讲代志，你讲讲，这你是要安怎演落去呢？我无想要去啦，你一日到，若是甲关老爷啦，无就是甲迄个李长啦，是甲什么花要食饭，大家拢在食饭，拍马屁啦呢？哎呀，娘囝今日敢那情绪不是真好。当然啦、啊，来我唱了。嗯。孔锵老师就搞哎，嗯，高中哎呀，够古筝的，啊，红豆，你也会啊，真的，好，来，来呀，哪一种调？风马调还是上面那一个？是评剧，哦，不用音乐的，不要音乐的，是我的主打歌《大麻烦》，把它变成评剧，真的吗？哦，来，你是个大麻烦，大灾难，遇上你我就塌。
哎呀，哎呀，好漂亮！谢谢，公主来了。哎呦，好，公主与罗宾汉的。张清芳扯一家亲，飞哥连忙撇清。啊，猪脑伺候啊！哎呦，不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他的问题是他开关不会开。哦，开关不会开，你看这个一定要吃猪脑的。本家，你都不会帮帮我，你不是说你是我爸爸吗？我吃一口，你要吃一口。我姓费。杨俊的，哎呦，好漂亮。谢谢，公主来了。哎呦，好，公主与罗宾汉的。来用心，好像是练了一段东西。对呀、啊，是叫做天鹅湖。哎呦，真的天鹅湖、啊。对，我们这个很漂亮，真的。他这个体重，你看举得起来吗？我不太稳，我很瘦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需要音乐是孔锵老师来着。不用不用，我们有自备的音乐。哎呦，太棒了，掌声鼓励一下来。谢谢。阿里嘎多啊！哎，两个人表现得不错，他很有风范。您这个劈腿，我们在后面都觉得地震咚这样，哪里屁股的咚一声是哪边的？啊，我来一卡了，就不一样嘛！哇，劈腿哎，看得出来有用心，谢谢。